开除了，为什么会进行的不顺利？让我来跟我解释一下。从我当调酒师开始呢，我调酒的方式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样。首先可以看到这边是一杯水，而这是一条手帕。当我需要调任何的酒，我只要把这条手帕盖在这个杯子上面，就会看到这杯水呢，这个叫薄荷酒。接着呢，如果我不想喝薄荷酒，我想喝别的酒，方法其实很简单，我只要把手帕轻轻摩擦一下这个杯子，这个叫橘子酒。如果还不喜欢没关系，这个叫做血腥玛丽。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会被开除呢？因为无论我调任何的酒，到了最后它都会变成一杯白开水。就是不可思议，神奇魔幻大会衍生更无法解释的镜子魔术。